家早上好 ，OK， 可能这边有新来的朋友，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讲早上好，现在已经外面明明就是天黑了，对不对 ？OK， 因为我们这边是因为是国际的企业 ，OK， 所以哦，我们都会用早上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OK，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OK， 我的名字叫国顺 ，OK， 是今晚的主持人 ，OK， so。很感谢啊 ，OK， 大家愿意在就是今晚上啊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在这边一起 Zoom，OK，、okay? 说、so、我保证呢、啊，大家今晚上一定不会让你们空着你们的口袋回去的 ，OK， 说、so、在还没开始之前，有三样东西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 ？OK， 说、so、大家啊，千万啊 ，OK， 要记住啊，等一下讲师在开始讲这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跑去画那个 slide 啊。等一下画到那个 slide 花花，这样全部就看不到了。等一下你也看不懂了，他在讲什么就不好。OK，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记得啊，千万啊要确保啊，你现在的麦啊，你们看一下你们左下角那边有一个麦克风，而记得确保你是 mute 了自己的声音，就是不要，千万记得不要不小心去 unmute 到它，不然等一下全部人就听到你们讲话了就不好啊。OK， 就很排斥的，知道吗 ？OK， 说、so, 第三样东西就是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 OK。我们会鼓励大家，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镜头 ，OK。可是啊，要打开镜头要记得确保啊，你有穿衣啊，不要等一下给人家看光光就不好啊 ，OK， 好不好？大家，所、so, 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朋友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的yes 吗？可以在 chat room 那边打个 yes， 让我看一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OK， 大家都看到，大家都开始在准备好了 ，OK。So all right， so 现在 OK。有谁想要问你们呢 ？OK， 有谁啊？今晚上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 Zoom 的，有没有？有的朋友在 chat room 里打个 me， 让我看一下你们好不好？有吗？有吗？有谁是今晚上第一次参与我们的 Zoom 的 ？OK， 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有了，有了，看到你们。OK， 说、so, 很欢迎你们今天的到来啊。OK， 说、so, 最近啊。都是 MCO 对不对 ？OK， 说、so, 有没有谁是在这一段期间受到 MCO 影响的呢？有吗 ？OK， 有的话打个一，让我看一下，有没有 ？OK， 看到了，你都有 OK， 相信很多人都在这一段期间都受 MCO 影响。OK， 这样有没有谁是想要再趁着 MCO 啊，都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打个 yes， 让我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你们，谁想要在 MCO 的时候想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哇 ，OK， so 那这样子就对了，我保证你们绝对不会没有来错地方。OK， so 今晚上啊，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一个在这一段 MCO 的期间呢、啊，怎样可以在这段期间业绩大爆，而且可以让大家一起赚大钱的国际事业。所以啊，大家记得啊，要准备好你们的笔记本，好不好？准备好了吗？你们 ？OK， so 接下来 OK， 我要邀请我们今晚上的主讲喽。OK， 在还没邀请他之前 ，OK， 我先介绍一下他，好不好？今晚上我们的主讲人 ，OK， 他拥有一个自己的传统生意 ，OK。是，而且是在关丹一间很出名的印刷业来的，已经有超过15年的生意来的。OK， 所、so, 以虽然呢、啊，在这一段虽然是就是赚到钱了、啊，钱是有赚到了，但是啊，就没有了那个时间的自由。OK，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可能你们也会有同感，因为他以前就是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不单只是没有时间自由，你知道吗？而且啊，还在这一而且还因为这样子而忽略了身体的。健康啊，就没有照顾到健康，就搞到OK， 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就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啊，他就在这一段期间呢、啊，就在那一段期间呢、啊，遇到了 Forever 的产品。OK， 就因为这个产品的魅力啊，所以就让他使用这个产品啊，超过整整的12年，你们懂吗 ？OK， 而且啊，他是非常渴望啊，他很渴望、啊、自己是拥有非凡的人生，还有而且是想要很渴望自己拥有一个很高的生活品质的女人来的。OK， 所、so,当他的健康开始得到改善的时候、哦、OK， 他就越来越有自信了。OK， 当他越来越有自信的时候，他就开始、哦、把 Forever 的产品啊 ，OK， 就开始跟身边的人讲 ，OK， 也开始跟身边的人开始分享，就是 Forever 公司的制度。OK， 而且啊，就是因为这样啊，他就开始把所有 Forever 的公司的所有的奖励制度都一一刷下，你们懂吗 ？OK， 这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三年的全球分红支票，而且包括了连续啊烧下七年的巨婴经理，你知道吗 ？OK， 说不得了嘞 ，OK， 而且啊，最重要是啊，还在去年呢、啊，2020年的九月份啊，他还是还而且还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啊，成为了全就是属于是全就是最快速的一个全球分红的人啊 ，OK， 他烧到全球分红是在最快的时间里面烧到了，九月份就给他烧到了，而且啊，他也拿下了 F2D 的 Forever to Drive 的 Level 3 ，OK， 而且还拿下了巨婴经理的得主，也是我们 Global Rally 1500cc 的 Qualifier， 在他的组织里面有谁？有医生，有宗教师，有 Juru Bagam， OK， 还有等等等等数不清的专业人士都在他的 network 里面，你知道吗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么的了不起。而且还有一位 CBM 啊，其中一位 CBM 啊是就是而且就是在他的组织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 CBM，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啊，今年拿下了1500cc 的 Professor Dr. Abdul Aziz。OK， 所以现在啊，我们呢、啊，大家准备好啊 ，OK， 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9333在 chat room 打下你们的9333来欢迎今晚的分享嘉宾，他的名字叫 CBM Celine Zhang。Hello， 大家早上好，哇，兴奋美丽的 MC 哦，来，掌声给我的 MC 好不好？给他一个亿好不好？哇，非常的不得了！我这位 MC 呢，我跟你讲哦，他是我们最近系统里面哦最顶的一个新人王啊，就是哦两个月就上 manager 的，然后呢这个月是冲着这个 F2D， 而且啊还没有 closing 啊，已经达到目标了。OK， 掌声给他，下一个讲师一定是他，好不好？说所有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57位伙伴们，所以啊，谢谢大家的时间，因为呢，非常的感恩这个时间，大家可以 on time 的，我们在线上见面。然后呢，大家都吃饱了吗？啊，吃饱了对吗？肚子饱饱，脑袋空空，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是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大家来到这边呢，就是啊，我要分享一个非常棒的 topic， 这个是在我13年前，其实我今年已经是13年了，在 Forever， OK。然后呢，就是13年前，就是因为这个全球创业这个这么漂亮的创业说明会，让我认识了 Forever， OK。所以呢，我从13年前加入到现在呢，我是非常非常的专一的，因为你爱上一个人呢、啊，就是一辈子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啊，今天爱 A， 明天爱 B 嘛，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因为呢 ，MCO 的关系呢，大家都体会到，对不对？现在 MCO 嘛，对吗？全球啊都有这个问题啊，不是全马来西亚，好不好？好不好？所以呢，在 MCO 的时间呢，做生意我们来到这里了。OK， 我们是今天我们为何我们来到这边 ？OK。可以打在切腹那边吗？为何？是因为你们要突破嘛，对不对？要突破，然后呢，要找一个机会，对吗？对不对啊？对了，给我一个亿好不好 ？Respond 我一下，可以吗？啊，说我们要非常有精力的，兴奋美丽，好不好 ？OK， 所以呢，我本身在13年前呢，我遇见 Forever 呢，是因为什么呢？要讲一个小故事了，好不好 ？OK， 刚才。那主持人有提到吗？我是做那个 printing shop 的，这个就是我的店面。OK， 在13年前呢，其实呢是我的 husband。OK， 我的 husband 呢就是我先生Kelvin Go。OK， 他就加入了 Forever。OK， 他加入了 Forever。其实他在10多年前呢，在之前的时候呢，可以讲20年前啊，就是还没有达到 Desmond Gong 的时候，在关丹哦，他已经是在 Forever 已经是 manager 了的。但是当时哦，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还有一个领导人哦，他们哦的业绩呢是做不起来的。所以呢，我先生就在就是我加入13年嘛，在之前10年就23年前，好不好？所以他就放下了他那个他当时的 level 啦，他是 manager level 来的。啊 ，manager level 哦，挺好来哦，48%的 ，OK。然后呢，他就放下他这个48%的 level， 他是重新加入 Forever 的 ，OK。在他重新加入 Forever 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他的名字不能够立刻加入的，他需要2年里面不能，因为根据我们的 policy 呢，2年里面呢是不可以买产品才能够重新的加入。所以他做了什么决定呢？他就将我的名字放在。就填在那个 form 了，所以他的就是我的名字在 Forever Living 呢是先做这个生意的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是从非常排斥，我是非常非常反对，非常排斥的，因为我是有自己的生意。然后我是跟我先生讲什么呢？我讲你做你的 forever， 我做我的 printing shop 啊，我是讲这样子话的人来的，好不好？然后呢，我很排斥。你们要知道，从一个很排斥到接受呢，到明白呢，做到更加疯狂的我，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啊，想知道的给我一个亿好不好？想知道没有？啊，有没有人想知道？啊，你看哦，排斥的哈、哦，说在座这么多位哈、哦，可能今天啊是你先加入 ，OK， 老婆或者老公，我跟你们讲哦，重点哦，你们一定要有很重要的两个字，那个就是坚持。OK， 那个就是坚持。我先生呢，他坚持了一年半啊，18个月啊，来说服我，你知道吗？我就看到一个东西哦，因为以前我们是在center 上课的嘛，他非常的 consistent 的，我没有看过他做东西啊，这样 consistency 的。然后每个拜二拜四，以前我们的系统的是星期二跟星期四啊，他每一个星期二星期四呢，他都会去开会的，所以他就坚持很久哦，一年半的时间，而让我去接受他，你知道吗？所以在13年前的时候呢，我的身体的状况啊、身体状况有点问题啊，健康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讲到嘛，生意的忙碌啊，让我就是哦，没有了那个健康，你知道没有？就是每天在忙碌啊，因为我做的传统生意呢 ，A 到 Z 呢都是要靠我自己去做的，所以我就就是没有照顾到身体的健康，然后我开始有问题了，我有那个高胆固醇的问题。我有这个肝发炎的问题 ，OK， 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我的老公呢就买了 supplement 回来的时候叫我吃呢，我跟他讲我没有生病啊，这东西我不要吃，我这样子跟他说，你知道吗？然后他讲这样子你去验血咯，所以 after 我验血回来的时候呢，我的 report 是非常的糟糕的，我的 cholesterol 呢是7.7左右啊，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是非常爱吃煎炸的东西，还有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呢，非常感恩，就是接触了 Forever 呢，我就可以调理到我的身体健康。然后呢，从以前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每天在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这个是感到非常的感恩。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 ，after 我用了大概3个月的产品过后呢，我慢慢看到我的身体的状况有改善。然后呢，加上我老公的非常的坚持，所以呢，我就开始去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的生意。啊，然后呢，我去听这个创业说明会的时候呢，主讲嘉宾有讲到这个，关于到这个报道啊 ，OK， 这个报道是讲什么呢？他是讲哦，在美国哦，500000个 millionaire 里面呢、啊，有28%的，就是从500000里面有28%的 millionaire 呢，他们是从事呢 multi level marketing 的，你知道没有？但是哦，你要知道哦 ，multi level marketing 哦，你要去想，哎。为什么那些人能够卖牙膏啊、宣布啊、日常用品或者保健产品啊，卖的他要怎样卖，他才可以成为这个 millionaire 啊？因为我们知道人呢、啊，就是有24个小时嘛，就说你卖到哦，你的手段啊、脚残废啊，你都不可能啊卖到变 millionaire 的啊。但是通过这个啊多层次传销啊，他就有能够做这个倍增时间，然后呢可以 leverage 我们的那个时间跟金钱啊，这个就。做得到啊，就是因为这个报道啊，加上啊，这位我的这个就是我的白乐啊 ，OK， 所以我的白乐呢，我的师傅呢，他是全亚洲第一位 GLT， 然后而且他是全球华人组织 number one 的 ，OK， 然后呢，从他的系统来讲呢，他已经这个系统呢已经帮助到无数的人，而且是拿到很多奖的 ，OK， 包括什么呢？大马这个直销协会的颁发连续世界的杰出企业家。啊，因为如果今天你要接触一个行业，你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缺乏一个机会或者一个平台或者你一个白乐啊，可能你就是跟这个成功啊擦身而过 ，OK， 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这位师傅，而且他也是成为这个2016年这个南洋商报公民录的企业人物，包括呢世界杰出名人榜。啊，这种 award 如果你上网去 Google search 哦，不是讲你有钱你就会拿到这个奖励的，因为你今天你一个人成功哦，这个不代表什么，如果你可以帮到整个团队成功，那个才是不得了啊！谁同意的给我一个9333好不好？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整个系统呢，他是拿到这个商业巨币奖，就是哦 The Long International 这个奖励的，这个更加的不得了。而且他成为了2019年的这个上海名人榜的这个名人嘉宾啊，是非常的棒啊。
我这位白乐恩师 ，OK。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哈 ，OK next， 等一下哈。OK， 不好意思 ，slide 一个问题。OK， 我放不到大那个 slide， 大家都看到吗？可以吗？都可以哦。OK 啊，可以啊。OK， 所以呢，过后呢 ，OK， 重点来了。我所讲嘛，就是你看哦，重点就是整个系统能够培养我们成为下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全球创业说明会的重点，对不对？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啊！你看哈，怎么样一群来讲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哈，刚才我所讲的所有的这个什么啊？这个 video 推不到。OK， 所以刚才我所讲的那些讲义呢，就是大家都看过跟听过，对吗？而且哦，因为这个 OK， 而且哦。你要知道哦，在马来西亚第一本哦大学的那个传销论文呢，都是 Dato Desmond Goh 写的。他在大学呢，他做了一个传销论文，他研究超过50家传销公司。今天你不需要再去研究其他的传销公司了，他已经加入50间传销公司，但是他是没有做，他是要去完成了这本传销论文。所以这个传销论文呢，在所有的 UTM library 呢，你都会看得到的，你可以去 search， 你可以去看到这本论文的。所以呢，在他的研究之下呢，他就发觉到 forever 呢，他这家公司啊，他的 marketing plan 啊，你拿那个棍来敲破你的那个敲，好怎么讲啊？打败胸脚啊，打破你的脚都好啊，你都一定发达的，你知道没有？因为什么？他的那个 marketing plan product 跟公司实在是太棒了啊！这个传销论文，所以呢，我们重点哦，今天你要知道哦，写论文啊，都是才只有Dato Desmond 写这个论文嘛，而且又写论文又做到这么成功啊！我跟你讲，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很多人只是做罢了，但是他不是去写一个传销论文出来的啊，包括你不要听我讲 ，OK，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吗？知道吗？这个 Robert Kiyosaki， 这个就是《穷爸爸富爸爸》的一个作者来的 ，OK， 所以你看到、哦、这个作者非常的不得了。1997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书哦，他出了一本书，那就是《穷爸爸富爸爸》，OK， 里面有讲到什么呢？你们为什么 OK？ 为什么现在我们呢、啊、在 MCO 的期间，很多人都遇到问题，而且这个比金融风暴是更加严重的啊，它是一直重复的。你看哦 ，MCO。然后 CMCO 对吗？每个人的心情啊都很紧张的，然后呢很疼，他就不懂要做什么东西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哦，因为很多人呢在外面的人啊 ，everyone 就是讲很多人是在找他的职业啊，做职业不了那嘛，去上班啊，去啊帮人家啊做，或者是做一点小生意啊。但是你要知道哦，真正的有钱人哦，他们是去看什么？他们是去看哦，怎样去 build 一个 network 啊？而且他有提到什么 ？Why I recommend OK network marketing？ 他很建议的，他非常的建议啊。我们来看什么？就是啊，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啊，这就去 build 一个属于我们的 network 啊。你看哦，在他书里面哦，他有提到两个观念，就是哦，传统观念跟这个企业家的观念啊，大家都有听过吗 ？ESBI 吗？只有这两个观念罢了，但是很多人在出来啊，从我们求学啊到毕业啊，到我们出来工作，80%的人都会成为上班族。OK， 上班族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种族。OK， 你看哦，就是帮人家上班，包括我啊，我没有讲上班不对哈、哦，但是我都是有曾经帮人家上班过的。OK， 我帮人家上班，我学我的广告业，然后呢，我从我的广告业呢，我做一个小老板。开始我为别人工作，然后呢，我就去为自己工作，成为一个小生意的老板娘。但是呢，那段时间呢，我是用时间来换金钱的，跟你们一样的，只不过你们是为老板，我是为自己工作。但是我们跟你的角色还是一样，都是用这传统观念，用时间换取金钱。好像很有很多很多专业人士嘛，包括医生啊、律师啊、accountant 啊，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专业去用时间去换取金钱的。如果今天一个 clinic 那个医生他不开门，他会有生意吗？
他也是没有生意的，然后他也是没有那个 income 的，所以这个就是外面95%的都是在用这个传统观念的。但是今天我们真正的了解呢，就是要成为一个企业家的观念 ，business owner。为什么呢？企业家呢，就是呢，你有一群人，整个系统为你工作的。打个比如啦，所以有人都知道 franchise business 嘛 ，OK， 我讲 M 公司、McDonald 啊 ，OK， 这个就是它有一个系统。为你工作，但是大家都知道吗？如果今天你要拿一个 franchise 的生意呢，你的资本是非常的高的，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呢，那个才是真正有一个系统为你工作，但是你要给薪水给你的伙计。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For 我的世界企业平台呢，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当我们成为一个企业家过后呢，你有一个系统呢，你有一群人呢，你有build 整个 business 呢，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讲的那个不是 active income 啊，你的那个 passive 啊，OK，你的 passive income，然后呢，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投资家。大家都知道嘛，OK，我要投资什么？我要投资房地产，我要投资这个信托基金，我要投资这个什么一大堆东西啦，总之是投资的东西，对吗？但是你要明白，投资家呢，你要成为一个投资家，首先你要搞清楚呢，你不只是要有 active income，你是要有一个 passive 的 income。而且金钱是为你工作的，就是讲你今年买了，就像今天你买了一个 property，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 cash flow 现金流，你可以将你所有的东西 settle，你没有欠债的。改天你这个店面呢，你租出去呢，租金就是你的 passive income 了，到时就是金钱为你工作啊。但是这个 B 跟 I 呢，在市面上呢只有 5%。啊，只有 5%，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突破，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这个我们讲打破我们这个观念，成为这个企业家，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哦，所以你看哦，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在外面有很多人不明白，好像包括了这种做那些我们讲了，OK，做保险呐，然后做 unit trust 啊，有做房地产呐，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觉得我们都是在做这一个 business owner 的一个物业来的，但是那个是。属于在 S 那边的，你还是 self employee 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系统帮你工作呢，你是没有办法倍增的，因为上天很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呢只有24个小时罢了。如果今天你能够将你的网络呢，从一个人变10个人，变100人，变1000人呢，每个人呢用1小时帮你赚钱呢，那个就是你倍增的时间了。就是每一天只有一个。每一个人只是用1小时来跟你经营这个华为这个 business 呢，你有10个呢，你已经赚了10个小时了，而且这个是非常低资本的一个生意来的。所以你看哦，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他们要怎样从一个 self employee 呢，成为这个 business owner 呢？所以你看哦，所有的书他都有写到的嘛。OK，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倍增时间是获得这个金钱嘛。然后这个其实是整个 network 的一个精神来的所以为什么每个人要讲要做networking business？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富爸爸呢就出了一本书。这个 business school 呢，它是讲到什么呢？怎样通过人脉怎样通过人脉来致富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它还有很多内容的，它有讲到关于这个8个很重要的价值怎样通过这个人脉，里面有8个很重要的价值，你们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这本书已经改版有华语的。所以我们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将来在这个全世界呢，所有的人呢都会投入这个 networking 的 business 所以你来看哦，不是我讲哦，你看哦，这些是世界级的一个顶级人物来的哈。这个 Brian Tracy 跟这个 Jim Rohn，OK，他们讲到什么呢？他们已经哦，你知道吗？从其实呢，这个 networking business 在1940多年的时候1940多年到现在已经超过40、50年的历史了啊。就是 networking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超过40、50年的历史了的。所以呢，这个行业呢，它是培养最多 millionaire 的一个行业来的。你相比所有的行业啦，在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呢，只有这个 network marketing 呢是培养最多 millionaire 的一个 business 来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他这边写到将来就是有很多人很有能力的人他们都会加入这个行业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加入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一个门槛很低你知道吗？
在佛我的门槛，你进来做这个生意啊，门槛真是很低的。而且 networking 它未来的主流啊，它会取代很多。你看这个金融有讲到吗？它会取代很多 franchise。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需要很大的资本，而且它可以找到回酬很高，跟 franchise 一样的回酬啊。你看到没有？零啊，就是讲资本低，但是回酬跟你开 franchise 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将来会有很多，你会听到很多很多人都会加入这个 networking 这个network marketing 这个行业啊。你不要觉得很怎样讲啊，哎，觉得很奇怪哦，这个已经是啊这种啊世界级的专家人物啊，他们已经讲了的。OK， 过后呢，你来看哦，今天哦，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啊，在这个 MCO 期间啊，很多人在找一个机会，我要做什么生意？我跟你讲哦，你现在要知道就是哦，这个健康财富第五波一定是 health and wellness 的。health and wellness 是很就是很重要。为什么呢？现在每个人谁觉得他不怕这个 COVID-19 了？他给我一个E，他不怕的。啊，你就知道没有，所以每个人都很注重啊，包括刚才我讲的 network marketing 已经知道了的，这是 multi-billion dollar 的 industry 来的，而且 online marketing 就是今天我们用 online 来跟大家在线上见面，80人的一个线上见面，好不好？以前我们讲课只能够在一个小房间 meeting room 嘛，最多是50人，甚至现在我们的每一场的 Malay talk 都可以去到500人、800人、1000人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 online marketing 的 power， 而且你是可以做全世界的啊。第三就是这个 health and wellness 啊，财富第五波健康行业啊，这个是肯定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加入多层次传销 ？OK， 这个是21世纪的行销商法。然后呢，你看哦，21世纪的行销商法就是以前的我第一代，我是做蜘蛛式的商法啊。你看哦，这边可能有些是做生意的嘛，我们来研究一下。OK， 以前我做这个蜘蛛式商法就是呢 ，spider 的 business 就是呢，只可以等那些顾客来到我们的店面。OK， 第一高资金，第二高风险，第三时间的限制，9点开到6点已经是 maximum 了。然后呢，地区的限制只能够在关站开一间。然后过后呢，如果有生意就有生意咯，如果没有生意就是海康星咯，就是亏了嘛，对吗？这个就是有风险的一个 business。然后呢，第二代呢？蜜蜂式商法，什么是蜜蜂式商法？就是哦，你要看哦，啊 ，OK， 有些做啊 spare part business 的，有些是做啊，你看哦 spare part 的 business 哦，通常他们都会做蜜蜂式商法的，啊，或者是做这个 bakery shop 的，那些原料的批发原料的，他们都会请伙计，出去外面找 sales， 从彭州去到吉兰丹，去到丁家奴 ，OK， 就好像蜜蜂这样子咯。飞到去外面去采那些花粉啊，就是啊蜂蜜回来的，一样的，就是这小蜜蜂啊，就是飞出去找那些 sales 回来。这种呢，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也是要有那个资金，为什么？因为你要怎样讲啊，你就是要请啊，就是要请很多员工嘛，对吗？每一个人你要给他 commission 啊，要给他 basic 啊，你才能够 allowance 啊，他们才去为你工作嘛。同样也是啊，要有那个资金跟风险，但是他好一点就是时间他就多了咯，因为他请人嘛，对不对？然后地区呢也是多了咯，因为他可以去外面去找嘛。第三代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我们所有听到的无公司商法，就是包括所有那些现在珍珠奶茶啊、Oto 啊、那种啊、麦当娜啊、KFC 啊，这种是要花很大的开始的资金，最少 1M 一个 million 你要做，最少也是要2-3百千 ，OK？ 而且它要基本的开销，为什么？你要租店面啊，你要请伙计啊，这个是无公司商法，你就是开到很多 franchise， 但是它需要很大的资金，所以来到现在21世纪的。说21世纪呢，这个是什么商法呢？之前我们是不懂去怎样去形容，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是病毒式的商法啊，就是好像 COVID-19 的商法。为什么呢？去人传人的。OK， 今天当然我不会传染病给你82个人，82个人也不能够传染给我，因为我们只是在 online 见面，对不对？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商法来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哦，很低资金，没有风险，人传人的倍增，线上线下的运作。然后呢，公平的机会，然后呢，最重要，你今天你会有健康、财富跟自由啊！你看哦，13年前的我做对了决定，3年前我将生意卖掉，我将我的店面租出去，我就 full time 做 forever。所以这3年呢，我是赚到很自由，然后呢，我又赚到我的财富，然后呢，赚到我的健康，而且我很，假如说呢，我没有那个风险要去租店还是什么了，然后呢，这个病毒呢，我。
用口水去传得了。真的，这个 business 呢，只是需要你的口水跟你的时间罢了。这两样东西谁没有的？给我一个一，不可能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时间，然后有口水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用口水去讲罢了，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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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了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啊、传染的这个啊、生意方法。OK， 好像 COVID 19这样啊，以前人不知道吗？现在你讲 COVID 19，全部人知道了的。然后呢，你还看哦，工，我们知道薪水不够用，想增加额外的收入，这就是当初我们有开这店面的时候，我也做 forever， 我也 part time 做 forever。为什么呢？我们要增加额外的收入，而且我们要准备到一个水壶哦，水壶摆啊，你知道没有？不要等到啊，你有瓶颈啊，你才来想。你现在就算你现在很舒服的环境哦，你也要去想怎样要增加你的额外收入。因为这个 MCO 哦，有些人也会被 cut 薪水啊，没有花红啊，没有年终花红啊，所以忽然间呢、啊，他真的是啊，没有多没 extra 的一个那个储存啊，你知道没有啊、很危险的这个事。而且可能有些人想白手创业啊，完成梦想，好像有的不要靠北靠步啊，对吗？不要靠爸爸，不要靠妈妈，但是他想白手创业。啊，还有第四种人可能就是想帮亲他的另一半啊，就好像现在老公先加入，老婆还没有做，对吗？就是老婆先帮亲他的另一半啊，想看到为家庭可以改善家庭的一个环境，对吗？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喜欢他的产品啊，或者有些人是喜欢他的市场计划啊，或者是可以免费旅游啊。这边谁喜欢旅游的？全部人都喜欢旅游嘛，对吗？再不要讲现在了 ，OK， 现在是 COVID 嘛，在之前啊。你们谁每一年都有出国的？给我一个一，每一年都有出国的，还没有人出国的，没有人出国没？所以每一年都有出国的，给我一个一，好、哦，只有一个人罢了啊！啊，我要看你们有没有在线上啊！啊，三个人了 ，OK。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出国嘛，对吗？所以每一年出国回来啊，你会觉得怎样？哇，你全身痛啊？为什么？不是累的痛，是钱包的痛。因为呢，shopping 啊，机票啊 ，hotel 啊，全部都是用钱嘛，对吗？所以在forever呢，你可以免费的环游世界啊，非常的棒。然后呢，有些人就是要个人成就，有些人要展示他的领导才能，有些人就是要回馈给这个社会啊。你看到很多的，我们全世界的第一名的 FBO 啊 ，Lockheed 啊。他加入 Forever 呢，他的目标呢就是要起那个教堂啊，他的 church 啊 ，OK， 他在全世界呢，他起了很多教堂，因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基督教的教堂，因为他就是找到很多钱，然后呢回馈给他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呢加入传销呢，他都有一个为什么的。今天我不用讲要叫你来做这个传销公司，或者加入这个 Forever， 我是告诉你为什么啊，在这边呢有二四六七样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东西是你要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才能够在这条路，你可以坚持跟走得更远啊，这个很重要啊。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行业啊、公司啊，还有我们的人生嘛，对吗？所以我们来看哦，如何选择一个传销公司呢？我们先来看 Forever 呢，是成立于1978年，所以它已经接近了43年的历史了。OK， 到今年OK， 43年历史，他已经在165个国家已经有他的分公司。今天如果你来加入一个，还就是讲他跟你讲哦，我们将来会在什么什么什么国家会开分公司，我们不要听的，我们要听，我们就是现在有的，现在已经有了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了的。所以这个公司呢，它是零负债的啊，它已经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传销商。而且重点哦，他的 marketing plan 哦已经造就了千名百万富翁啊，你会不会是 next 啊？你要问你自己 ，OK？ 然后呢，业绩呢是每一年在成长的，非常的棒 ，OK？ 这位就是我们的 Forever 的创办人啊 ，Dr. Les Mon。所以呢，我们的创办人呢，如果你去谷歌 search 啊 ，OK？ 他是全球呢400名最有钱的一个 millionaire 来的。OK， 他是其中一位。Forever 呢，他也是在美国这个 Arizona State 是最大一支啊，最大一个私营公司，就是什么叫私营呢？私人营业，然后是自己拥有的权利。OK， 自己拥有权啊，没有什么没有的，没有 share 的哈，就是 Restaurant 自己的这个公司来的。他是在这个美国啊，全美国成长第六快啊，第六，他的速度很快，和美国呢是平起平坐的。他也是这个 billion dollar club 啊，他的业绩是达到我10亿啊，10亿美金嘛，
所以整个美国的新闻呢都有报道到，没有想到这个公司哦，它的成长的速度是这么快，而且是很稳的啊！听好了，要不是快不了哦，又快又稳啊，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OK， 又快又稳啊。过后呢，我们来看哈、哦，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被招待去美国，然后呢，我们有去到见 Richmond。所以呢 ，Richmond 呢，他是非常非常的很有亲和力，而且他是一个大老板，他是没有双棒的，没有架子的，你知道没有 ？OK， 他让我们去参观他的 office， 包括他让我的先生坐在他的椅子，他是站起来的。我是没有看过一个 millionaire 是这么 humble 的。我跟你讲哦，你在马来西亚哦，你全部人你都可以分享这个 business， 除了那个唐王啊、唐王啊，过后面你不用讲了，其他通通你都可以 sponsor 的。啊，因为 Richmond 就是这么有钱，因为今天你要明白哦，人家来 Forever 呢，不是因为你哈、哦，他是因为你整个平台，包括我们整个系统啊，整个系统，你看哦，这个就是我们在全世界 Richmond 买下来的一个 property 啊，不是租啊，是买下来的嘛，而且是零负债，没有欠钱的。啊，你来看哦，它的 sales chart 哦，你看每一年都在成长，包括啊 last year 啊，2020年啊，全世界 MCO 啊，我们的业绩也是成长超过100%，非常的棒啊，这个公司啊，所以你如果你今天哦看到一个股票啦，这样子上的啦，你会不会买？我跟你讲啊，你卖屋子卖房子你都买啊，卖房子啊卖车都好啊，你就拿钱来买这个股票啊，但是否则我没有股票啦，不好意思哈、哦。OK， 过后呢？我们看了这个公司的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选择一个传销公司一定要看这个 Mercedes logo 的公司产品还有制度。我们的产品呢，它是自产自销 OK， 它是强势的消耗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而且它是独占性的产品 OK。 我们的东西哦，不是那些水机啊那些塑身衣啊，就是人家买了哦，他不会 repeat order 的。我跟你讲，芦荟啊，喝完了人家又买 ，OK， 洗头水啊，用完又买，牙膏刷完又买，很多东西都是要 repeat order 的。而且它是独占性的，为什么？全球最大的芦荟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 control 92.5%的芦荟啊，芦荟田在我们的手上。而且呢，我们是最大的蜜蜂公司。我跟你讲，全世界最有营养价值的是芦荟，昆虫里面呢最有营养价值的是蜜蜂哈、哦。不是蟑螂哦，跟你讲哦，所以两个最大都是我们终于在掌控着的，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专利的，所以你要看哦，我们的所有产品呢，在后面的时候这边哦，还有 label 有写到的，每个产品它都有专利的，所以什么叫专利呢？人家不能够去 duplicate 我们的东西的，而且哦，我们的东西都有国际认证，包括马来西亚哈拉斯 OK international 的。我们这个是 Infranga 的哈拉 ，OK， 然后呢，你可以 sponsor 很多穆斯林来参与这个 business，OK，、okay? 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有30天的满意保证。今天你去一家百货公司买一个产品，你用到不对还是不适合你，你去换，我跟你讲，你没有得换的。我们所有产品有满意保证，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觉得很怎样说呢，就是很光荣的东西。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芦荟田。从种植到自产自销都是我们一次过搞定的 OK。 然后呢，你要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去这个 Texas 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芦荟田呢，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芦荟田，这个是芦荟海啊，你走路去看也是看不完的，我们要坐车啊坐巴士啊都要走一段路啊。我跟你讲啊，种满那个芦荟啊，你没进哪里，你没进哪新加坡啊，你看到地图是很小啊，它是有三个新加坡岛这样大、啊、它的芦荟田啊，三个新加坡岛这样大，而且我们用的是最佳品种哦，这个洋芦荟哦，而且是100%有机种植啊。然后你看哦，为什么今天保健很重要？抗生素呢已经失效了嘛，所以你看哦，现在包括这个 COVID 的问题哦，人类在面对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战争啊，很多人以前不知道嘛，他以为战争就是要打仗的嘛。我跟你讲，现在战争呢不需要拿枪拿刀了，就是一个病症呢就搞定你了的。它就是会传染的 ，OK。过后呢，我们来看呢，刚才我有提到吗？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报道中呢有指出呢什么呢？就是这个国际上的植物跟水果有效成分，他们做一个研究啦，他们来做一个对比啦，所有的那个水果跟植物，他们做一个研究，芦荟的那个营养价值呢是全球首位的。
所以今天哦，你不用去怀疑你在吃什么枣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海藻什么藻一大堆啊，灵芝人参，我跟你讲哦，那个营养价值哦，不比这个芦荟高啊。芦荟的营养价值呢是全球第一名的，因为芦荟呢，它在你的身体它很神奇的。如果今天你有低血压，它可以帮你调高；如果你有高血压，它可以帮你调低的。你没有看过一个 supplement 啊，要高要低，它同时间都可以做到了。这个就是芦荟的它的 power 来的，好不好？过我们来看，你看哦，为什么芦荟的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这边有个报道讲到什么呢？这个医生呢 ，Dr. Carlos 呢，他有做过22000的一个operation 的研究哦，就是啊，看到人的大肠哦。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人嘛，所有的大肠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事实上呢，我们人体呢 98% 的疾病呢都是因为大肠而起的啊。大家都看过芦荟的 demo 嘛，对不对啊？所以芦荟的 demo 呢，就是呢它能够清我们的肠的那个毒素的。 OK， 所以接下来呢，你看哦，芦荟呢它在日本哦，它是成为一个number one 的产品来的。这个是日本最长寿的经营婆婆OK， 经营婆婆呢，她是每一天喝这个芦荟汁来保养的，所以这个 record 呢已经是进了这个世界纪录大全了，不是我们讲的哈、哦。所以这个经营婆婆呢，她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是因为老的，就是到老的时候没有得老了，所以他们是病逝的。但是芦荟在她80岁的时候，她开始喝哦，延长他们的那个生命已经到了110多岁。今天你喝芦荟。每天喝每天喝，将来你50岁看下去哦，好像40岁，或者你的 engine 里面呢像40岁，已经非常的感恩啊。这个就是神奇的芦荟。除了这个芦荟呢，这个经营婆婆喝呢，包括这只猫也在喝。所以这只猫呢，它的主人呢将芦荟呢加在它的食物给它喝，所以这只猫呢它可以活到30岁，就是等于人的210岁啊。这个是不是猫啊，这个是猫精，好不好？所以啊，你看啊，猫都喝嘞，所以人家不要喝哦。所以猫是用那个钙来喝的哦，我们千万不要用钙来喝哦，我们可以整只喝的啊，永葆青春啊。OK， 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的人哦，他就是哦，我们人呢，肠道跟血管是不能够阻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我们讲到产品嘛，对不对？我们的血管一定不可以阻塞。所以今天为什么血管会阻塞？因为我们有那个讲了，我们的胆固醇高嘛，就好像以前的我，可能我就是在这个部分了。啊，中间的部分呢、啊、已经塞一半了，那么还好，就是呢，感恩遇见 forever 呢，我才慢慢的这样子回去啊，健康一点的水平了。现在不然我就会中风了。为什么呢？你来看哦，现在哦，我在这边一小时跟大家分享，外面就有5个人中风了嘿。你看哦，啊，我也不希望是大家嘛，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心血管。所以照顾心血管呢，我们不要听我讲 ，OK？ 你要听这个 Father of Omega 去讲。所以呢，这个 Dr. John Newman 呢，他是研究这个鱼油的，他只承认了一种鱼油呢是非常的好，就是深海的鱼油。因为什么呢？他是亲自呢飞过去那个北极 ，OK， 他去研究啊、哦，为什么爱斯基摩人哦，他看到一个报道嘛，爱斯基摩人哦，为什么爱斯基摩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他们的护心秘密啊，就是哦，他们吃的都是深海鱼。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北极哦都是冷天的国家嘛，就是这个不饱和脂肪呢，就是这个鱼油里面呢，那个鱼里面呢它有这个 EPA 跟 DHA， 所以那个可以保护那个心脏啊，你知道没有？所以这个医生呢就是研究这个深海鱼油哦，他拿到这个奖的，他是成为这个 Father of Omega 3。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去 pharmacy 你可以找到很多种鱼油的 A 到 Z 的 brand，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深海鱼油。啊，因为这个已经是被 forever register 了的啊，我们的深海鱼油 ，OK，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养蜂场公司嘛 ，OK， 这个养蜂场呢是来自零污染的，它是高地沙漠区，而且哦，这个是穆斯林的产品来的啊。如果在马来西亚，你没有做到穆斯林的市场哦，你不是在做生意啊，你的那个范围太小了啊。你知道啊，78%是穆斯林的市场，我们一定要进到穆斯林的市场 ，OK？ 所以 Forever 呢，它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蜜蜂生产公司 ，OK？ 我们的这个蜜蜂园呢，就是蜜蜂厂呢，就蜜蜂的整个那个蜜蜂园是在高地沙漠，而且是零污染。怎样去选择一个好的蜂蜜呢？怎样去选择一个好的蜂蜜产品呢？就是最少我们要有很多种花种啊，你问我多少种？
越多越好啊！我们有3000到7000种的多元高营养的这个啊均衡的花种，所以它可以提供到最完美的花粉给我们，最完美的蜂蜜给我们啊！而且哦，这个蜜蜂公司呢，它的历史哦超过150年了。For我只有43年，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蜜蜂产品公司会超过150年？因为 For 我将它买下来了，将它拥有多达28个的蜂蜜专利啊，都买下来。所以为什么你吃蜜蜂产品啊，它都有它的专利在里面的啊？为什么我们的花粉呢是粒状的呢？外面的是泡着的呢？这就是我们的专利，好不好？所以这个 Charles Rosen 呢，它就是这个第四代的养蜂传人来的，所以已经传到第四代了，所以几百年的历史了。啊，非常的棒 ，OK。然后呢，接下来呢，啊，你看哦，蜂胶现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它是提供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将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了，所有的不好的 virus 是进不到你身体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吃蜂胶啊。你看啊，外面的蜂胶都是liquid 的嘛，所以佛尔的蜂胶呢是 tablet 的啊，这个 tablet 呢就是我们的专利来的啊，你在外面找不到的。啊，它是没有酒精的哈，所以 after 我们来看产品过后呢，我们要看它的制度。所以它的制度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你要明白哦，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倍增的生意哦，它不能够复杂，它一定要简单。所以每一个人呢，每天做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OK， 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呢，不简单的收入呢继续零啊，这个才是重点哈、哦。然后呢，很容易复制的，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 system 嘛，刚才我讲到嘛，我们的系统也会教你什么叫三个概念啊，5大步骤啊5个步骤啊。说什么是三个概念？就是高利润的。高利润呢是代表什么呢？高利润就是要照顾所有的人，不是照顾你而已，就是照顾你所有整个 network 的那些人，就是你整个组织的人，大家都有高利润的，所以大家 win-win 哦，你才能够走到更久更远。而且它的 marketing brand 是兴奋美丽的，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哦、我们做13年，我们还是好像新人加入那个兴奋度，好像我们的达都24年、哦、还你看他讲 forever 他、哦、也是兴奋美丽的。你不要觉得哎，为什么他这么有钱还要每天讲 forever， 因为他是兴奋美丽，就是他想将这个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嘛。所以我们是越讲越兴奋的啊！你看哦，我们的三个概念是什么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没有中盘商的。如果今天你再加入外面的公司，在外面呢95%的公司呢，它都是有中间人的，中盘商就是在这边 ，OK， 中盘商就是在这里啊，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低乐的 ，OK。所以你在这个低乐公司呢，你只能够赚取啊35%的利润。为什么呢？还有35%呢？你要跟你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分，看到没有？啊，其实做network 或者做我们讲传销里面呢、啊，它的利润呢一定有70%的，但是因为哦有中盘商哦，你就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中间那个 agent 也是要抽嘛，对吗？那个老板呢、啊，去拿一个美国产品回来，他抽他的公司，他找你啊，你来做我的 dealer 啊，做我的 agent， 对吗？然后你就做他的 agent 呢，所以你就只可以拿35%的利润呢，所以你就不够分给你的顾客啊，还是你的下线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存我们的 forever 呢，我们是啊拨你70%啊，你要知道哦，芦苇田不用你买哦，工厂不用你请人哦。OK， shipping 不用你给哦，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司付的，但是你可以拿70%的利润。我跟你讲，外面没有了的，只有一间公司有70%拨给你，就是 forever 啊，我们很够力的，就是没有中盘商的啊，给你赚到风，好不好 ？OK，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 ，OK， 接下来这个 slide 什么事 ？OK， 看到没有 ？OK， 第二个概念呢，我们是。没有不要，我们就不要这个 BVBV 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加入过传销。在我还没有加入 forever 之前呢，我是白纸来的，我是没有加入过任何的传销公司。然后呢，我看到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棒，因为它不要 BVBV 的 ，OK？ 什么叫 BVBV 呢？我们是没有用那些分数来算奖励的，我们全部是用大家来算奖励的。而且 forever 有3种奖金哈，第一种奖金呢，就是 direct bonus， 就是你直接你的努力，你可以赚35%到48%，这是看你的 level。这个是自己做哦，
啊，你自己的努力哦。如果我是你呢，我一定去 sponsor 人的。为什么呢？我们都讲了嘛，我们做 network marketing 嘛，我们一定要去倍增人数嘛，对吗？所以我就会去 sponsor 我的所有我的朋友啊，我的陌生朋友啊，我去跟他们分享。所以当我去分享的时候呢，公司就拨我一个5-13%，这个就是 indirect bonus， 就是不是你的努力，但是你都赚得到。OK， 这个是 indirect bonus。然后呢，第三种 bonus 呢更加不得了，这个实际奖金呢，实际收入呢就是呢 ，OK， 就什么呢？就是好像打个比如，大家有吃过 McDonald 吗？对不对 ？OK， McDonald 呢，它在全世界呢，它有40000间分店，它的老板已经去世了的。但是呢，现在你去任何一个区县的一个地方吃这个 McDonald 呢，每一粒 burger 呢，5%的利润呢，要送给他的老板的儿子啊，他爸爸死了吗 ？Record 已经不在世界了，要传给他孩子哦。他的孩子呢，什么都不会做的，只会吃 burger、吃薯条、喝可乐罢了，可能。但是他就会拿着这个实际奖金哦，因为他爸爸厉害嘛，对吗？如果你没有个 McDonald 的爸爸，你就好好的去拼搏我这个事业好不好？就好像猫王也是一样啊，猫王的女儿叫猫咪嘛，对不对？你听过他唱歌吗？好像杀猪这样难听，好不好？但是哦，你要知道哦，他爸爸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收藏的音乐那些 DVD 哈、哦，你要买哦，你也是要给罗杰蒂的，好不好？他也是继续领这个世纪奖金，好不好？所以你看哦，麦当娜只给你5%啊，他的儿子都不用做了啊。你想一下啊 ，Forever 是给你632啊，就是今天你找我 ，OK， 你找到我，比如讲你找我 ，OK， 你培养我，我成为manager， 或者我成为 diamond manager。但是哦，你要知道哦，在很多行业哦，这公司会帮你切断 ，OK， 他讲不关你的事，他只要我罢了，因为我给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好消息，佛我是不可以切断的。你今天找到我，我永久我的世世代代都是你的下线，啊，非常的棒 ，OK， 我找我的姐姐 ，OK， 你不认识她不要紧，我自己来培养啊，因为我是 diamond manager 嘛，对不对 ？OK， 我培养她。所以 Forever 会拨你3%呢，那个 loyalty 呢，每顿都给你5哦，我给你6又加3了嘛。所以我的姐姐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我姐姐的朋友，你不认识他不用紧， Forever 讲不用紧，我给你2%，你看到没有？632啊！我跟你讲哦，这个是全世界最高 loyalty 的一个 percentage 来的，最高最高 loyalty 的一间公司来的，因为我们拨给你是11%啊 ，McDonald 是钓鱼罢了，好不好？我们是撒网啊，632是没有 limit， 你知道吗？你要 sponsor 多少人啊？不是你的上线，你的推荐人去 control 的，是你自己 control 的，你要赚多少钱？而且哦，重点哦，你看哦，他是没有怎样说呢？就是没有给你 BD 的，你看哦，10000块就是用10000块来算奖金哦，你赚1000块了啊。如果相比那些啊，五千 BD 啊，你才拿500块啊，你跟我讲，哎呀，不用紧啦 ，Selin， 相差500块罢了嘛。我跟你讲啊，你现在是做10000啊，如果你做100万呢，你不见了50000块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很够力的哦，对不对？所以哦，我们给你这个 loyalty bonus 啊，一条线给你11%，而且什么？而且是没有条件啊。什么叫没有条件？第三个 concept 不要 pairing 啊。你知道外面的公司啊，每一年啊，4年里面啊，400间传销公司消失啊，为什么？因为那些是money game， 对不对？快速致富啊，找人头去碰奖金投资，然后影响了，然后就消失了，那些人就亏了钱呢、啊。然后这个公司老板就去外面再找另外一个公司，又再开一个公司，又来骗你们的钱。所以你不要傻傻给他骗了，一次两次三次还是做傻仔给他骗，好不好？所以你看哦，每一年你看那些报纸有报道到吗？所以你看我们世界奖金一条线就拿3代，不用高阶级的，我是 diamond， 你不是 diamond， 你都可以拿钱。而且哦，你看哦，不用对碰的，我跟你讲，对碰的公司你做不到的。你要知道哦，每一个人啊，要靠运气吗？你同意没有？每个人是靠运气吗？如果今天我找到一个很顶的下线，对吗？你就靠到了吗？你就拿到一个6%了吗？说如果你做对碰啊，你每一个要靠运气啊，你有这么多运气来靠没有？最后不是给你中一个，对不对？中一个你都有钱嘛，对不对？所以啊，不是这样容易啊，每一个月你要靠运气，每一年你要靠运气啊，去找到对碰的一个奖金，好不好？所以不要头痛，做回我你不用对碰的，你就是一条线就拿钱了的。因为你要知道哦，做传销啊，一定有大象腿啊，有鸡腿啊，有鸭腿啊，有小鸟腿的。啊，不是每一条都是大腿的吗？不是每一条都是那个大象腿的。最重要，
就算是鸡腿都好啊，老鹰腿也好，什么腿都好，他都付你奖金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三个概念一定要记得，没有中盘山，不要 BVBV， 不要 Pairing 的 ，OK 没有？很重要哦，这个就是啊，我们要去明白的哈、哦、，OK， 非常的棒。你看到奖金的分配哦，就是哦，你可以去到48个%，刚才我所讲到的，就是啊零售毛利啊、个人奖金啊、组织奖金。OK， 所以今天呢，你加入呢，你是成为一个 Novice Customer 呢，你只有15% discount。但是我非常鼓励你们，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生意人 ，OK， 或者你会比较会算钱一点哦，你一定要上35%，因为最少你的利润拿多20%，这个回酬是非常高的。在外面你没有找到一个生意，它的回酬是超过20%的。OK， 1600块你就可以开始这个生意了。你讲1600块，你放在银行啊，你银行付你2%啊，我跟你讲都没有2%啊，1.8不了啊，2%啊，你才拿多少钱？38块啊，再除以12啊，你才拿多少钱？3块钱啊，好不好？所以你脑袋要清楚一下，好不好？不要去放银行，拿出来做生意，我跟你讲，倍增啊，这个就是 forward 所靠，就是我们全组的业绩。全组业绩呢，可以累计呢，让你上更加高的一个阶级，不是靠你的个人能力的。OK， 是靠整个组织的。如果今天你在保险业，不好意思，如果有人在做保险的 ，OK， 你们就是因为保险业呢，如果你成为一个 agent 呢，你是不能够去算组织的，你要靠个人的，所以你会很辛苦。你做来做去啊，每一天你都要归零的去找人的去找人，所以我们呢是可以重复的。然后呢，你所有的组织都可以重复，包括你的所有的 client， 你的顾客买的东西都能够算在里面啊，它是不用头痛的咯。就算你是一张白纸啊，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他如何计算这个组织奖金。今天比如你是一个经理 ，OK， 你是一个经理 ，OK， 经理在这里好不好？所以你是48%的，你很普通罢了，你只有三个领袖在帮你跑这个 business 啊。我跟你讲，你看，所以我是用大家算奖金的，你看到没有 ？OK， 这个 AS 呢，他跟你做10000的 sales 呢，他也赚到钱。你又赚到钱，因为你拿他13%，48减35%，你有13%。否则我用大价跟你算奖金，你有1300块。然后呢 ，supervisor 呢，38%，因为你48%，你可能有赚了10%。这个就是我讲的刚才那个不是个人的销售，这个是就是讲你的 group bonus 组织 ，OK， 组织奖金，然后你就拿到18%，这边有2000块。然后这个 AA 呢，他做30000的业绩呢，公司拨你5%，因为你是48%的嘛 ，OK， 然后呢，公司给你1500块，然后你自己 personal 呢做5000块，你赚更加多33%，因为你全部是开新鲜的，你是做新人的生意的，然后你的 normal 是15%吗？是15%罢了，所以48减15，你有33，所以呢，你一个普通的经理在 forever 呢，只有3条线，而且是不同 level 的，不需要碰对碰啊，不需要找三个对碰啊，我跟你讲，三个不同 level 都可以拿到6000块的收入，我跟你讲哦，在现在哦。如果你有6000块的收入啊，你是实在是不得了哦，对吗？这样容易啊，你要找6000块，对吗？只有3条线哦，我跟你讲很好玩哦，这个会越来越多的哦，啊，它会倍增的哦，它不像你开一间店就是一间哦，3个变6个，6个变9个，9个会变37的，93、27，27会再增二就变54，我跟你讲，那个乘法表哦，很吓人的，我跟你讲，你看哦，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合伙的 manager。啊，刚才是那个是 manager 有以下有3代，就是3个不同 level 的下线啊。这个是你已经开分店了，你是一间 McDonald，OK，、okay, 你要 imagine 你是一间 McDonald，OK，、okay, 所以你现在有3间 McDonald 在以下啊，你有3间 McDonald 哈，你看到、哦、啊，你有3间 McDonald 公司啊，你开了 franchise， 这三个公司呢分别呢再去开分店，然后这个各自找一个，你看到没有？你看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只有这么普通的 network 啊，公司拨你啊，你看啊，第一代你有3个人嘛，第二代你有6个哦，第三代这边又有6个哦，所有的这种 franchise 哦，不用你给资金，不用你给那个员工费，不用你租店啊，你可以赚24000啊，我跟你讲，这个的构造啊，这个已经是 CBN level 2了咯，如果讲到后面给你知道那个 marketing plan 啊，我跟你讲，你会睡不着的，我。包你们今晚上一定睡不着，因为什么呢？你要去哦，将这个圆圈全部画出来哦，将你所有的 prospect 的名字填下去，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你将它吸回来，每个月你有24000的收入。我跟你讲，两万四啊，你还跟过那些 manager 那些 bank 的 manager 啊？
都没有这么高，好不好？这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 net， 过不了24000啊。如果你可以乘二，你有4万8哦，看到吗？他没有钱，没有讲一定要你这样子做，但是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啊，你一条腿他都给钱你，两条腿给钱你，三条腿他给完你啊，所以你用时间去 build 你的 network。各位来看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marketing plan 啊，在42年里面已经培养超过千万位百万富翁，为什么下一位不可以是你？对吗？啊，下一位就是你了吗？所以我呢还招待你了去全世界旅游。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你要成为一个 manager 哦，每一年哦，你只需要做360000的业绩，不是一个人做，是整群人做。你要找10个人来，一个人做多少？一个月做30000吗？对吗？你找10个人来，一个人做3000咯，对吗？你找100个人来做，一个人做300咯。总之，你一年里面你有 qualify 360000的业绩，你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manager。所以一个 manager 呢，在佛我的 income 呢，最少是6万块一年的。OK， 大概5000块的一个月了。OK， 这个是平均的收入。OK， 所以呢，多少时间可以做到？有些人4个月做到，有些人7个月做到，这个是你的抉择，你的选择，你要几块是你来控制的，好不好？所以一个 manager 呢，每一年会招待你去不同地方的旅游哦。虽然现在是 MCO， 但是好消息，我们虽然出不到国，但是公司都会给我们那个奖金啊。你看到没有？旅游不成就拿奖金啊。说过后呢，我们还有 F2D， 刚才主持人讲到嘛，这个是汽车奖励。汽车奖励呢，它有3个 level，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呢，今天你来到 Forever 呢，你真正的在这个生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企业家，你一定要追这个 F2D 的。它是一个石头呢，可以4到2-3次小鸟下来的，因为同时间你可以 qualify 你的 manager level 啊，你可以 qualify F2D 啊，你可以 qualify 你的一个 manager， 同时间一次过拿完啊，它有3个 level。OK， 第一个月呢，你要完成你50个 CC， 第二个月100个 CC， 第三个150个 CC， 你会拿1500块。你做一次，你只是完成一次哦 ，Forever 是付你3年啊，你知道吗？你没有看过这样疯的公司的，做一次付你3年，每个月都会付你1500块。你要买脚车也可以，你要买汽车也可以，你不要买也可以，因为他给你的是现金。好、哦，像我们的大栋呢，每一年都是，他每3年都会 renew level 3的，他已经拿到最高的 level 了的。所以每3年呢，他都会拿超过108000。据我所知啦，大都德斯曼呢已经拿超过600000的汽车奖励，600000啊，听好了呀 ，half a million 啊，就是不停的拿，重复的拿，每一年、每个月，就是每三年就是renew的，他是 auto renew 了的。因为当你的组织网很大的时候哦，你renew 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啊，你知道没有？这是夸张到啊，哎，我又 qualify 了，又 qualify 了，就是他不停的renew 了，所以公司就不停付给你。啊，你有看过这么棒的公司吗？这个是额外的哦，不是要你多做业绩啊，是做同样的业绩，都是这样子拿。你看哦，我们有很多领袖哦，都拿汽车奖励的。所以我们的 group 呢，我们的 system 里面呢，9333呢，我们有一个 BB Cars Club 呢， Benz and Mercedes， OK。所以呢，这边呢，所有的都是买他们心爱的车啊，你要 Benz 也可以啊，你要 BM 也可以啊。所以当你拿 BB 的时候，就可以进我们这个 club 哦。啊，看到没有？所有的你看到没有？因为什么呢？不用自己去公车了，公司会给你奖金。最不得了就是这个 Chairman Bonus Manager， 这个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个就是我们的 finish line 啊。每一个人进来 F2D 过后呢，他们的目标呢都是 CBM 的，包括所有的 Muslim 的 leader 呢，马来人呢，他们的目标都是 CBM 的。为什么呢？这个才是可以令到你退休的一个 bonus 来的。这个就是你很好一个 passive income 来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一张支票啊，可以超过100万美金，1.2 million， 好、哦，他都拿那张370000啊，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呢 ，CBM 呢，它有3个 level 的。所以第一个 level 呢，就是我们CBM level one，CBM level one 呢，同样的，你的整个组织网呢做30000每个月，然后呢，你只需要培养一个朋友，你在马来西亚30个 million 的人口啊，你找一个朋友。跟你一样有目标的，跟你一起来，你培养他成为一个 manager， 你就是 CBM level one。你帮助到他成为一个 manager 呢，他会拿到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一年6万块，然后有一个 trip 啊，然后你就有2个 trip 哦，所以公司就送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旅行，看到没有？这个就是 CBM level one。所以这个是在我们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去这个我们被招待去这个伦敦
OK， 伦敦呢举行这个 Global Rally， 你要知道 CBM 不是随便在银行进给你就算了的，他会招待你去到外国，然后呢给你 five star 的 hotel， 给你 pocket money， 然后准备一个世界舞台，让你站上去那边拿你的 CBM。你看到啊，哇，我们呢代表马来西亚哈、哦，直接哦，整个 screen 呢、啊、有我们的名字哦，还有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国旗。我跟你讲啊、哦，那一刻你觉得哦，我妈妈真的没有生错我啊，对吗？啊，就是哦，你就是啊，成为这个世界舞台一个明星啊。虽然是3500块的美金，但是我跟你讲哦，那不是这个钱的兴奋啊，是那个现场那个兴奋度啊。我跟你讲，一定要好好的做哦。你相信哦，明年后年我们就可以去旅行了的。OK， 我们就可以去到全世界，我们可以被招待叫全世界的 Global Lady， 你就会感受到我现在所讲的东西啊。但是不是叫你两年后才开始，你现在必须要开始。啊，我们被招待去啊，你看哈、哦，然后去美国啊，啊，去这个 Southern Relations 呢公司买下来的，以前那个1990多年那套戏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啊，那鬼老戏。OK， 我们去这个公司买下来的这个一个property， 然后呢，我们去参观美国的那个啊 Texas 那边的工厂，然后呢，我们去啊 San Francisco 去骑脚车啊。哇，我跟你讲哦，很美好的回忆啊！现在每次看回这个照片呢、啊，都是美好的回忆啊。就是我们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啊、传统生意的普通人，然后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平台，让我们去到全世界，啊，被招待去到很多个国家，然后呢，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不是这样容易去美国啊！你讲有钱有必要去到的，因为我们要申请 visa 的，哇！所以我们有机会啊，一定要 qualify 去见我们的老板。所以 CBA level 度呢更加不得了，一张支票是6个 figure 的，200千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位伙伴 Jackie Dan， 我跟你讲哦，很兴奋，你看他跳几高，他真的是哦，你看哦，他只需要找三个跟他一样有梦想的人啊，你看到没有，找三个而已吗？这 EM 不是你找的， EM 是上面 CBA 的人去找的啊，你不要头痛，总之你先成为一个 manager， 你就去复制一个 manager， 你就会变 CBM， 他整个 formula 这个 structure 呢是很容易的，他已经给你很方便了的，就是你先成为 F2D 先，然后成为一个 manager， 你培养一个 manager， 你就会成为 CBM level 1、啊、你找三个 CBM level 1的，你就会拿到这个 6 figure 的一个支票啊，你才做多少钱的业绩啊， hello 30千每个月吧，两张啊，没有增加哦， level 2都是做30千一个月吧，好不好，都拿6万块美金啊，所以啊，6万块口不回来啊，250千啊，这个 level 度 ，OK， 你看 Jackie 哦，在 Forever 已经拿5年的 CBA level 度啊，已经拿超过 1.3 million 了，啊，所以你要相信哦，在 Forever 呢，3到5年你一定是 million A 的，你要真正的做，啊，不是坐在椅子的做，好不好？真正的行动。所以因为你看哦 ，Jackie 啊，大家知道他的历史吗？哈。书也读不多，我也是读不多 ，OK， 我也没有什么读到书的 ，OK， 你看哦，他都可以成为这个哦，你看到没有？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杰出的企业家，你看到没有？因为一个平台呀、啊，让到他发光发热，而且他很尽孝的，他非常的孝顺他父母的，啊，你看到没有？啊，有时候我们个人的成就哦，你可以等，但是我们的父母是等不到的，所以不要跟时间来开玩笑，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不要觉得你的时间还有很多，好不好？要抓紧时间，所以 level 3更加兴奋，这个是多少个 figure 啊，也是100多万啊，看到没有，7位数的 CBM 啊，看到没有， chairman bonus， 你还是做30千啊，我跟你讲 CBM level 3不用做30千啊，好像是做25千吧，好不好，每个月一年只需要做啊600个 CC 罢了啊，你看到没有，只需要在30个 million 马来西亚的人口找6个跟你一样有目标的人，跟你一样有梦想的人跟你一起来，你就是这个 CBA level 3了，你看到没有啊，一张支票啊，光领一张支票超过 1.5 million 啊，啊，朱莱达呢，他是哦一个讲哦，大家听过他的 story 吗？2013年他加入 Forever 的时候呢，他是接近要破产的，我很记得的，我们那一年在Zenith Hotel 我们举行这个Star Club 的 meeting， 不是 Star Club 的 dinner 啦，就是现在的 BO dinner， 以前是小型的 BO dinner， OK， 他只是在一角落坐着而已，那时候我很记得他好像有中一个 lucky draw， 你知道没有，那时候他真的是头低低的，没有头低低啦，因为人没有钱嘛，对不对，
很辛苦，又欠债，又差不多要被压死的。你看他因为一个平台哦，让他现在哦成为千万富翁了啊，他不是百万，他是千万啊！你看啊，从四五十千啊领到，你看他先给他多啊 ，Morning 师傅 ，Thank you 师傅，达到么这个阿伯 ，Bill Daniel Statement 一百千啊，看到没有？他突破一百千的时候，他很开心啊。下面是给他多 Desmond， 所以啊 ，You believe empire 啊，你可以成为很顶的人来的。所以你看他现在的收入更加不得了，每个月是六位数的收入，好不好？现在已经不止六位数了，现在已经到三百多千了。等下我 share 一个 slide 给你看。所以你看到没有？每一年找超过三百万，因为这个平台，你看哦，我们的系统哦，你 follow 系统哦，你就你看哦，我们可以讲讲啊，诞生一个 EGLT 啊，十五千箱。什么是 EGLT 呢 ？GLT 呢 ？Global 这个哦 ，Global 这个 Leader Team 哦，Global Leadership 这个 Team 哦，它是一个在佛我最高荣耀的一个阶级，老的人讲，它是全世界 Top 2的 FBO。啊，因为有整个系统9333，从一个 zero 到一个 hero， 你知道吗？他在八年里面已经赚超过30个 M 啊 ，Hello， 30个 M 啊，30个 million 就是3000万 ，OK， 3000万啊，除了他，在我们的系统里面，你可能讲哦，那个八年嘛，对吗？这个三年啊，这个有心态，我跟你讲 ，OK， 从一个80 kilo 的大肥婆，现在瘦到美美了，因为用 clean line， 他加入 forever follow system， 他成为 GLT。三年里面他成为 GLT， 他已经赚超过 1.6 million 啊！你讲哇，当然那些做十年的一定是 million 嘛，我跟你讲这个做三年不了，所以你要知道哦，不要以为哦，今天你做一个 business 啊，你要去做001，我跟你讲哦，你不需要做001的，为什么？我跟你分享 ，Forever 在马来西亚38年，38年为什么现在做三年的人可以成为 million？ 为什么不是38年前的人加入成为 million？因为这个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你问我什么时候是最美的 timing 做 forever， 不是今天，不是现在，是昨天啊！我跟你讲，所以哦，你看到没有？不需要是001啊，一样的。我们有很多 testimony， 三年五年就成为 million A 了。所以刚才那个报道是讲的对的，六年里面哦，你一定是 million A 的。如果你做 networking business 啊，你要记得哦，是 networking business 啊，不是其他的行业啊。啊 ，networking business 3到5年。你一定成为 millionaire 啊！你要好好的做，很努力的做，出完你的奶力去做啊，不是什么啊，就出完你的全力去做，200%的做啊！就你的时间投资在里面，我跟你讲，非常的值得。你看这种所有的 testimony， 包括你看哦，现在哦，你看啊，有谁家的 income 吗？第一年410,000，第一年你看啊，他的 income 吗？第二、第三年。啊，还有第一年是200多千，这个是最新的啦。你看哦，一百六十万，就是160，就是 1.6 million 啊。你看到没有？这个三年里面，他在 forward 是赚了 1.6 million 啊。就是单单在2020年呢，其实他是900多千 income。所以你看到没有？三年就超过100万。我讲100万是客气了啊，1.6 million 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师傅在全世界跑这个，我们在 Forever Going Global 呢是在2013年，我跟你讲以前你没有这样的平台的，你没有可以拿世界分红的，以前的 CBM 呢只是拿马来西亚的那个 Dabung 啊，就是那个 Whirlpool 罢了，现在是全世界，我跟你讲这个是最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了，所以现在是全世界分红，所以为什么一张支票可以超过50千、60千、80千、100千、100万，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粉红，所以他都有拿超过8个 million 了，你看到没有？很夸张的，这个没有包括 monthly income 哦。然后我们来看，啊，你看哦，因为他多哦，你看到没有？他整个系统哦，刚才我讲嘛，他拿到这个世界的世界杰出名人榜，他被访问嘛，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BO 教育系统啊，已经协助很多人了，啊，你看很多人从接受到从拒绝到接受嘛，包括我啦。包括我在内 ，OK， 然后呢，大都也被邀请到Australia 去分享啊，我们的系统哦，啊，你看到没有？意大利啊、墨西哥啊、迪拜啊、美国啊，都邀请大都去做分享，啊，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在 BOI 这个系统里面，啊，你知道系统很值钱的，外面的系统全部要很多钱的，你相信我，不要浪费你们的金钱去上所谓的什么课程好不好？然后呢，你看台湾哦。也邀请大家都去做分享，啊，
包括日本，你看到没有？日本也邀请他去做分享。我跟你讲，日本哦，每一年在全世界啦，在我们的佛罗伦呢，都是 top one 的 country 来的。他们喝芦荟啊，很凶猛的，一天要喝两罐芦荟汁的，是两罐芦荟汁，不是200 ml， 两罐芦荟汁。我跟你讲，所以这个芦荟汁呢，在日本的所有的保健产品里面呢，是排第一名的啊，你看到吗？包括我们的师傅呢，出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啊，讲说呢，巅峰人生呢，就是呢，如何去打造一个属于你的啊一个永久的事业的五行国啊，你看到没有？做传销做到出书啦，在马来西亚是第一个罢了啊。这本书哦，在大众书籍哦已经有卖了的 ，OK， 而且它成为十大的这个啊畅销书本啊，看到没有？哇，非常的光荣。而且它里面已经将的精髓写下来了。今天你要在佛我很成功呢，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完，不是看完，是要重复的看，不停的看啊，不停的重复的看。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被记载在这本书里面其中一页。我是一个很强悍的广告设计商人，到一个身段啊柔软的沟通高手啊。我老实讲了，我以前也是不爱这样子跟人讲话的。我是比较双蹦一点的，老实讲，就是因为这个平台让我慢慢学习去改变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跟真的很真的啦，除了感恩不懂要讲什么啦。所以哦，大家一起来啦，马来西亚32个million人口，我跟你讲做不完的。我们现在是生，我们是冻到皮毛不了好不好，还没有冻到肉的，冻到毛不了啊，所以我们已经在赚钱了好不好。所以你看哦 MCO 的时候啊，你看啊，开始去年 MCO 啊，我们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不能够做 offline 嘛，你看啊online 啊更加恐怖，你看那些产品啊要等啊要等2个星期啊啊，那时候我们的业绩就开始在爆了，公司也非常配合，然后呢就是配合所有的 system， 用这个 Forever Do You 的 apps 啊，让我们可以在 online order 产品啊，然后啊很方便，你不懂如何使用呢，我们有很多 video 呢来教你的 ，OK 有很多 video 啊，然后呢可以去学习，一定要学习哦，我们一定要改变，不然的话你就会变大变啊，难听一点会变大变哦。所以一定要改变 ，OK？ 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改变啊。开始的时候，你看我每个星期两次的 weekly 的 Zoom training， 有马来文跟华文的。我们从啊对着一个电脑没有反应的电板，这个电脑啊，讲到现在啊，整个人好像要在电脑里面了，那个兴奋度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培养的，你相信我，你一定要踏出你第一步啊！你要用这个 Zoom 啊去跟你朋友聊聊天也好，聊什么都好。OK， 不要聊是非就可以了。OK， 聊那些 positive 的东西。当你习惯了对着这个东西哦 ，online 哦，你就会慢慢去学习了的，你就会越来越进步啊。所以我们就从啊这个电脑开始去学。OK， 不用紧，不会我们就学，对吗？所以你看哦，我们还有准备很多铁板烧啊，每个拜二、拜四、拜一、拜三啊，你一定要进来啊。现在我们的人数啊，去到几百人了咯。我跟你讲哦，这个铁板烧是给你有很大的 energy 的，因为什么？现在外面的人呢，全部是负能量的，全部是在那边讲，哎呀 ，MCO 啦，埋怨政府啦，埋怨这个啦，埋怨那个啦，总之不停的埋怨。我跟你讲，你埋怨是没有用的，你的日子还是很苦的。你要改变，你只可以自己改变先。你要很兴奋，然后你要将你自己去参与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团队，然后呢，在里面呢找回你自己，一定可以做到的，你相信我啊。外面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只有这边才有，所以你一定要进来我们的这个铁板烧，我们所有的这些线上的 training 啊，像你是现在是不是很烧啊？有没有很烧的感觉啊？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所以在我在听我讲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的，很不开心的，还给我反应，不可能嘛，对吗？因为这个是整个磁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参加啊，这种所有的 meeting。会产生什么呢？好消息哦，这个就是我的 business partner 哈、哦，他是一个 professor 来的。去年的时候啊，他完成所有的奖励啊，就是1500先 qualify 要 CBA level one 啊，一个 manager 啊，想了 F2D level three， 他有自己的 clinic 的。你来看这边哈、哦，这是不是我 ？OK， 我去啊那边 ，OK， clinic 那边 ，OK， 这个是他的病人看完医生在外面买东西了，就是买芦荟治疗的，所有的病人都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啊 ？OK， 看到没啊？所以你看哦，这个医生他是因为我来佛罗伦吗？不是吗？因为佛罗伦不是我，是因为佛罗伦的平台吗？我跟你讲好消息哦，去年他的 income 哦，你们来看啊，他的 income 啊，我跟你讲啊，他已经公布了197千了，吓人呢，还没有加 CBA bonus 哦，应该超过200千，
OK， 你看哦，他的收入哦，我 zoom 给你们看啊，看到吗？啊，看到没有？很兴奋的哦，啊，在那个六月的时候才12000，好，慢慢就16000、19000、27000啊，然后呢？然后呢？看到吗？我都看到在手上了。OK， 然后就34000、26000这样子倍增的嘛，啊，28000，所以他已经公布啊，超过197000。我跟你讲，他的钱没有动到的咯，因为他有自己的 clinic 的嘛。他做 forever 他是 part time 不了，好不好？他是 part time 不了，因为他非常的忙碌的，他有他自己的 clinic 的。OK， 然后我包括我自己哦。在 MCO 的时候之前，你看哦，我的 income 是 drop 的嘛，然后过后一直 up 的，所以最高那个月是31000的 income 啊，我的 sales 跟 income 是150%的成长，150%的成长啊。如果你问我的话，外面的人都叫苦嘛，哈，我们不可以叫苦，我们要成功者要想办法啊。当你有想办法，一定会有，你有 intention， 你一定会成功的，你相信 ，OK。还有你看我们马来西亚的业绩啊，我跟你讲突破啊，啊，落到之前做13000个 CC 罢了啊，落到之后28000啊，你看8月的时候31000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就算零售的那个19个 million 你还没有，你看啊，现在啊我们的 target 要做300个 million 啊，每个月是做19个 million， 一年是做237个 million， 我们的目标是300个 million， 今年我们要突破300个 million per year， 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啊？你是其中一位，你就肯定赚钱啊！你看很多 MCO 进来的啊，你看这个修音也是从200多块跳千二，跳2000，跳5400，跳7600啊。Mona On Event Company 的老板娘，因为 MCO 她来 Forever， 你看从3200跳3800，8700，31000，最高的收入54000啊！你看到吗？每个伙伴先过来的都是在成长的，都是在成长的，看到没有？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更夸张，开始那时候10000块跳30000，跳50000，你看到没有？跳到50000去，跳到60000块去，啊，你没有看过的啦，外面哪有这样的 check 给你看的？那些是跌都看不到路，好不好？啊，你看这些全部都是在增长的，25000跳27000、39000、45000，啊，更加够力。你看这个是谁写的 ？OK， 大家来看一下，啊，你来看哦，这个在 story 的时候我看到主来他 sharing 的。他讲什么？他讲什么啊 ？Income salas orang berada forever bulan Ogos ini mas ini Malaysia saja tahu yang overseas belum lagi 40000, so total income boleh sekurangnya 320000。他的 income 320000，在 MCO 期间，我跟你讲啊，你要多少钱？你要5000块吧，老师嘛？我跟你讲，肯定可以，肯定没有问题啊！但你5000，你要50000了哦。哦，相信哈、哦，说加入 Forever 非常的简单哈、哦，90块就可以加入 Forever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的终极目标，不好。我们一定要加盟这个 business， 一定要上 VIP。1600块，我跟你讲，你又有赚到金钱，又赚到你的那个健康啊，开始创业倍增啊，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产品，这个 VIP 的配套。OK， 顾客配套15%啦。如果你要做生意，你一定要拿 VIP 啦。我跟你讲哦，你没有看到一个公司哦，你给啊。1651.6块哦，你可以拿1896块的产品，18个产品啊，这边12支的芦荟质，6支的蜂胶 ，OK， 洗你的肠，照顾你的 immune system 很重要。现在 COVID-19 的时候，我跟你讲，这18个配套，18个产品 item， 一支自己喝，其他的都卖给朋友，赚回你的钱，2个礼拜就回本了，很简单的。然后复制啊，现在没有应用吗？是不是代表不用做啊？对吗？所以 focus 去讲这个 propolis， 我跟你讲也是非常紧的，这个 propolis 18个 item 乘1651.6块不了，你就可以背着你的事业了。所以哦，如果你今天哦选对这个趋势啊，这个平台跟这个系统哦，您就是下一个百万富翁啊。你的命运呢不是操控在人家手中，是操控在你自己的手中。 OK， 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哦，你如果你今天哦，你不去选择一个对的平台哦，你有极有能力啊，你相信我，你是达不到你要的东西的。所以我希望哦，在这里的1.5小时的分享能够帮到
Sharing 到了这个，我看到这个，我在这13年来我看到的东西，真的3到5年你 focus，你将会成为下一个百万富翁，好不好？所以我祝大家在佛有事业超越巅峰，然后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佛有这么棒的平台，还有这么棒的系统，所以我将我的线上的时间交给我这么棒的 MC 高顺，谢谢。OK，大家谢谢 Celine，谢谢 CBM Celine。OK，so 大家有没有觉得 Celine 的分享很棒？有的话在下面写个 yes，写个 yes，让我看一下。OK，哇，全部都觉得你很棒哎，Celine，你的分享我也被你的分享燃烧到，我现在也是很兴奋了。我跟你讲，OK，so 我跟你们讲啊，OK，你们呢听了这么兴奋的，这么兴奋的。事业对不对？OK，你们呢一定要今天就开始，OK，加入 VIP，OK，你们可以怎样加入呢？你们可以去寻找刚才啊带你进来的那位朋友，OK，他会跟你说要怎样做，就是像刚才 Selin 所分享那样，大概是等于是大概是多少一下啊？Selin 刚才你的那个 slide，哦，这个可以，我 share 啊，你你开那看啊，个 slide，你开那个 slide 可出以来可以，啊，对，这个，对。OK，就是这个就是你们的 VIP 配套，你们这个1600块，而且不只是你的就是一个开始 forever 这个事业的一个本钱，它而且你给了出去，你还可以拥有这些产品，把这些产品带回去去回回去家里。OK，说你可以自己吃一两罐，然后剩下的你还可以卖完出去，你还可以零成本开始这个事业。OK，你总共可以拿回二四六八十八十二。个，12罐芦荟，再加一二三十四八五样，对，，yeah，6罐，OK 的那个花粉，哎，蜂胶讲错了，蜂胶，OK，so，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这么美丽的事业。重点是，OK，你才给了1600块的本钱，你就可以拥有这么棒的平台，你可以开始做 COVID-19，OK，、okay? 开始去传染给你身边的人，你知道吗？OK，就是我们要做到好像 COVID-19 这样。重点是这个 COVID-19 它不是只是可以传染马来西亚吧，你知道吗？可以传染到全世界168个国家，有哪一个生意你可以用1600块可以做到全世界的？OK，我跟你讲，这个是最低成本的生意了。OK，所以不要想了，今天就开始。OK，去寻找你刚才带你进来的那位朋友。OK，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询问他。OK，说我在这边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OK，然后我们一起啊，在2021年呢、啊、画了，然后爆爆爆啊。OK，说在还没结束之前。OK，我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开你们的镜头。OK，我们来拍一张口画号，面。口号，口号！好，来，OK，来，打开你们的镜头。Hello，Hello，OK，你们照片观就众喊口都号。为了口号来打头。OK，来，大家一你起拍拍，你高顺拍呀，高顺。啊，我拍了，这样可以吗？来，来，准备好了吗？OK，来，拿出你的小皇冠。来，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Yes，Yes，Yes，No limit，Go go go，No limit，Go go go，Billy，No limit，Go go go，Billy，Yes，No limit，Go go go，Billy，Thank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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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h